第四题，下列有关镁的叙述，选出正确的。啊 ，A 选项是生物体，啊，是生物化学反应的催化剂。啊，镁是生物体内的催化剂，正确。啊，那 B 选项，镁是一种蛋白质，不是糖类。好，镁是一种蛋白质的组成。C 选项，镁的分子通常不大，错误。啊，因为镁是蛋白质，所以分子量不小。啊，算分子量蛮大的，至少是5000以上。啊，分子量，蛋白质跟多肽的分界点是5000，五千以下叫多肽，5000以上叫蛋白质，所以这边不可能是1000。第四，镁是核酸，不正确。啊，镁是蛋白质，那核酸是 RNA。RNA 的组成，那镁是蛋白质的组成，它的小分子也不相同，蛋白质的小分子是氨基酸。那 RNA 的小分子是核苷酸。好，所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，不要混在一起。好，所以正确的只有 A。